破春阳，天津美术学院教授、美术馆馆长，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。好，这节课咱们讲一讲兰花，也是四君子之一。这个兰花呢，它的接受面好像是更文雅一些，就说多数是一些教师、一些有教养、有文化的人在家挂这个养兰、挂兰花、欣赏兰花的人，这个层面好像比较多一些，也就是说这个教养、这个文化层次比较高一些的。这个兰花呢，为什么它在这个级层面喜欢兰花？兰花没什么可看的，它属于高层次的这个欣赏的这个层次，老百姓一般都看不懂它，就那么几个墨道，又没颜色，不喜欢。它是素雅、朴素，而它这个花也没有颜色，它放暗香，为什么它跟草长在一起分辨不出来？往往善于隐幽兰嘛，善于隐藏，韬光养晦。这一点呢，给我们现在来讲，那个时代来讲呢，特别应该这个提倡这个兰花的这种品德。现在我们做一点好事，就马上就这个媒体也特别发达，马上给报道出去了。微信比这个电视台还快，马上就张扬暴露了。这个君子他高尚的品德，慎独啊，也就是说没人在盯着你，没人看着你的时候，你同样就认为是天在看着你，你自己在独行的时候时时刻在警惕自己行为。说再这样的就是说呢，他善于隐藏，这种意义呢，古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现在在佛教里面的理论呢，也是要做好事，做善人，做了好事不张扬不报道，你报道一报道以后呢，就当场给你结算了，而且你这个不报道呢，他埋得很深，那个福报越来越大。但做好事莫问前程，这符合兰花的这种性格。福久者非必高，过去人的价值观呢，修身养性，功名在身后，有什么功劳，出名了，死后出名，把自己活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全是奉献修炼积累，自己不享受，让后代人去享受，这是非常高尚的。今天我们太实惠了，太急功近利了，做一点好事马上就想回报，甚至不做好事都想让人回报，这是肤浅，没有兰花的这种品德。有阴德者必有阳报，有隐形者必有昭明，藏起来有一天他的光芒四射。这就说为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出名以后找你的用你的求你的人就多了，你有用了，说这个一有名而来的人就四面八方都来了，让你没有办法再成长，没有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。
我现在都特别危险，就是来求你的人特别多。你不是名声出来了吗？那这是说穿了，就是干扰你的东西就多了。对每个人都是一辈子就是一次，对你来讲应酬不暇，这样来讲就没有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，没有了，你都要回绝，那你就伤人，就得罪人，人家不远万里来的，你跟人回绝了，你说你没时间，就把别人给伤害了，那是积怨了。你没名的时候呢，把自己名埋起来呢，他不得罪人，人家也不进来求你，但是你默默的在做好事情，在积累你的学养。说这样来讲呢，说过去能为什么能出大家、出大师一级的这样的学者、这样的艺术家，他主要用毕生的精力都在积累，在锤炼自己，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没有这种干扰。说兰花呢，这今天我们把它弄在这个厅里边来了，本来人家是长在屁股里边的。说这样来讲呢，有时候我们浇的到不到水大小了以后伤害人生命，人家在山野里边也没人管他，也不需要你浇水他，而暗暗地放出芳香来，王者之香。君子之品，说愿意跟这个兰花一起生活，那就说我崇尚兰花这种东西，那么我就应该像兰花那样默默地工作，不张扬，不显露。应该给兰花就是成为一体，那就是我就是兰花，兰花就是我。我发扬应该具备兰花的这种高尚的品德，现在太缺了，太缺少这样的人了。也可能有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他还没有显露自己。现在媒体这样发达的情况下，要隐藏一个人很难，通信太方便了。但是我估计这样一个泱泱大国，肯定有人在默默做学问，默默在修炼，认识问题比一般认识的看得透，看得深刻，是吧？还有这样的人，是吧？不争不抢，说这样还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。有的人画画来讲也是不就市场。我们的老师当时怎么讲呢？画画、修炼、充实自己，作品不发表、不出售、不宣传、不发表、不出售，是很清高的。但画得很好，自己求得了精神自在。但是现在我们念他好。说再画墨骨点染画得非常好，不求名利，说这就是我们的楷模。说应该接着说，我们应该对家里边能够悬挂一个兰花，就是表现了自己的精神清高，是高尚的。与兰花共舞是一个队伍里边的，那就是你的品德高尚的，值得人尊敬的，是吧？不要求让人看好颜色，我就是没有颜色啊，那花就是也是绿的，叶子也是绿的。而且我考虑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它，一年四季有时候在家里边，在办公的旁边放上一株兰花，四季常青，
就光看那叶子都是很美的。有的人还摆上一盆，那叫草，那叫书袋草，起个名儿。那广这个杭州那边，我看那个公园里边有一些那个地上那个草，那就是书袋草。知识分子给他起个名儿，可以捆书，多雅，是吧？一年四季看长青，也就是艺术生命长青，人的生命长青，不败，永恒，不随着时间来改变颜色，不随波逐流，金石不随波。立脚怕随世俗转，墙头草，跟风的，让人瞧不起。古人作诗里边说：“绿萍与荷叶，同此一水中。风吹荷叶在，绿萍西复东。”一个是有根基的，一个是没有根基的。荷花你再怎么吹，它是稳定的，有根基的，不动的。不随波逐流，中流砥柱，它是不动的。为什么说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？山是厚重不迁，达于一里，说近似于山，这是仁者，能够看透一些根本性的东西。静观万物皆有所得吗？火静则明，水静则成吗？这个静来讲，就是说兰花它也有这种品德，不随波逐流，四时常清，不改变颜色，是吧？那就说我们人有分量有修养的人是有定力的，而特别容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人是肤浅的人。那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要画兰花，表现兰花，学习兰花，它是我们做人的榜样。但是说我们画兰花如何怎样画，芥子园里面它有叫一笔长二笔短三笔交凤眼，长短破，这三也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三，画画难画三，这个三个叶子是有代表性的，是吧？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，再复杂的叶子要用三去约它。说下面咱们从三开始再练习，啊。这一笔要求应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？在行笔，我们知道那种兰叶描，笔的铺开收拢，方中于圆，圆中于方，静中有动，绵里藏针，要求这个线流畅而不光滑。二笔短，三笔，交凤眼，这三笔的这样的处理，这一笔由起笔、行笔到收笔，要把力量要送到底，无吹不缩，收笔的时候往回收。啊，无吹不缩，长短破，这是一组。
这下了这个利用笔要行笔要有力量。一组、两组、三组，这分大、中、小。但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这样平行的这样的形象，以后需要，那就说不要受这个一组长短破的这样的一种观念，我们要调整画面。那么说这样出现了三个，出现了并行。我们还要破它，破哪一个，从哪儿破，达到没达到目标。如果没达到目标，还在不允许它三线交叉为一点，在穿插的过程中不能三线交一点。这个在破的时候不能够他们又出现新的排列，这在要注意到它的疏密。这一个交叉，这一个交叉，这个交叉都集中在这地方交叉，也不是理想的，那就还要继续破。调整画面，调整的疏密关系。这个用叶子如果要调整不过来还怎么办，还有一招，用花来调它，用花来去干扰它，去破坏它，而另一个新的一个局面。这是在画叶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，叶子穿插的时候要让它顺气。这个叶子来说，有养叶，有辅叶，有遮叶。这辅叶，这是养叶，这遮叶，这几种三种类型。在走的过程中，如果笔出现了片儿，怎么办？及时的调整笔锋，用手来调整笔锋，让它合拢。这个在画叶子的组织的时候，根部的处理要像鱼头收拢。要相聚气，心在一个中心，不让它散，是吧？就是为了让它这个气不散，而收拢它。在根部的这样的穿插，每个叶子的出叶子的时候要顺势，而不一定每个叶子都到根里边来。这个叶子可以从这儿出，不会都从这儿出。这个地方要分出疏密来，有多有少，这个地方空档不让它匀，
而且要这个形象像鱼头，像鲤鱼头、鲫鱼头，不像那个带鱼头，带鱼太尖了，还有好多种鱼呢，是吧？这是要大概起我们日常见到的，是吧？这根部的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。实际说大写意，一开始我是练大写意的那个兰花，用长风养好，那个挥洒练力量的时候，我学吴昌硕，他那个笔在行走的过程中提按的变化不多，就像钢筋一样。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撒野了，画下那种得要来点野气，那意思是让我撒撒野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练力量，画两三根叶子以后，我的腿颤抖，用绝劲儿，浑身的力气，得用。我那时候教学搞教，你看看霍晨阳画的那个兰花叶子，像钢筋一样。实际现在看，力量外露，有点猛气。但是如果没有那时候那个猛气，我这今天也没有那么文雅，就是退火了。是吧？说那就是很雄强，很有点放纵、纵横气。这个笔已经瘦了，应该再胖一点才好。不需要再下笔了。兰花呢，它分蕙兰和春兰两种。一般的春兰它是一个剑子上面开一朵花，蕙兰是一个剑子上面开多朵花的，这叫蕙。画花的时候，就是说尽量来讲呢，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文雅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花，这个品种本身人家很不外露。这个古人讲画花入画美人态，这个美人什么样是算是美人？美人的特点里边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？不是长得怎么样，而是情绪。最重要的美人得要有羞涩感，笑不露齿，在看人的时候不正眼看，好像偷着扫一下，绝不盯着一个人，就扫一下就算了，就害羞，乐的时候把嘴要不就捂起来，要不就低头，
这个低头，马克思可能讲过，这个女人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要有一定要美，羞涩，羞涩的美，是吧？不敢见人。这个时候我在哪儿能看到呢？在少数民族到偏远的地方还能看到这样的美人，就是不敢见人、不敢看人的这样的。现在在城市里边都开放，太开放了，他恨不得把你给丑的这个丑的慌了，他才不怕你呢，是不是？说这个就说这个画这个花的时候，要表现出女人的那种羞涩美，把头低下来。羞涩的那种感觉画出来，啊，当然说，对于这个花的形象来讲，这是我们当然说赋予了花的这个一种姿态、情绪。那么说，我们花的结构，我们都要明白，细心观察它，它是几个花瓣。说这一点呢，就文人把它这个形象给它改变了。叫做我们在戏剧上经常出手的时候，有一种指法叫做兰花指。兰花是五瓣，它这个五瓣的分这个兰花指它怎样去安排？这是密的，这是疏的，这是粗的，这是细的，这是直的，这是曲的，有疏有密，有曲有直，有方有圆。女人的手很巧，这个讲到这个女人的手的时候，我们要讲一下，女人的手指什么样算好的手？修长的，太短了以后不行。这个指到尖上以后，如葱。看谁的手长得像葱一样，尖上越来越尖儿。啊，指甲是裤指甲，不是平的。啊，肉头不露骨头，圆的。说这样的手指是好的，是吧？这样他在伸手的时候，在手在这稍微疏密变化，他在转一个圈的时候，他在指人的时候，他在骂人的时候，他转一个圈在骂你的时候，让你很美。说他的形象本身就让你没脾气了，是吧？说这样来讲，就是说他这个很有变化，里边有戏，有形象，有变化。说这样就是说呢，这个兰花，我们在点这个花头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疏密、长短、曲直、这个胖瘦。要出现这种变化，而且让他低着头不抬头，有时候偶尔抬一下头也可以，但是他花头之间呼应，互相照应，是吧？他低头了以后，这个后边这样，他对着他这样呼应，是吧？有他有姿态，一居物色各不相顾是最大的毛病，还要有顾盼，花和叶子之间，花和花之间，要注意这个形象，叫一笔居中。这一笔下来以后，这个兰花瓣出来了。这个兰花的形象来讲有很多种，因为兰花的品种呢，可能大概有二三百种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画哪一种，一般的我们取的春兰、墨兰。这种形象它是修长的舒展，它有的是名贵的品种，但是很胖很短，它出不来姿态，那就是我们选择最有利于这个造型，有利于用笔表现出来很舒展。这个展来讲，在我们造型里面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种要求，一种观念，疏朗宽松。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，有时候五官特别集中，那猴吧，他那个五官就特别聚，就感觉没人长得好看，
人好看的，他是这个展开，眼和眼之间的不能太密了，太紧了，眼眉和眼眉之间也不能太挤了。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也要画舒展，啊，开朗，性情开朗，这有美感。如果一个人的性情很紧，啊，矜持，不好，不好处，啊，没有美感，是吧？要这个性情这个宽，啊，能容人，能容事儿，这人待着是舒服的，是吧？说这个在我们在立像。我们在选形象的时候也要有把它这种美的东西选进来，用美的形象来抒情啊，一笔居中，两笔抱体。你看这三笔出来变化了，一胖的，有俩瘦的，一个长的，一个中的，一个短的，一个大的，一个中的，一个小的，这就是三个代表啊，这就全了，是吧？我不需要千万朵，一朵就代表了很多很多。说这样来讲呢，我们在啊，这是三，这两个手这样一捏，把那个小手指头一伸出来，有变化，有纵横，有疏有密，有长有短，有大有小，好看吗？有舞蹈姿态吧。这是三笔，这三笔非常关键。四笔，一笔居中，两笔抱体。这对这三笔的安排至关重要。四笔，五笔，但是现在这五笔让它聚，不让它散，有疏有密，有长有短，有纵有横。这是横，这是纵，这是密，这是疏。这个在行笔的过程中像写字，不要太光，画的有弹性，行笔有快有慢，这个纵这个就横，这个纵这个横，有这是密，这是疏，这蕙兰一串，可以再多画也可以少，根据你的需要。注意到它的疏密节奏，这个设计舞蹈姿态，上边伸开的时候，下边两个腿一定要收拢，下边如果腿劈开的时候，两个手必须要收拢，这就是三角形，是吧？那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形象的时候，它又出现一个美的一种状况，那就是如果下边我们腿也分开，上边手也分开，做广播操一样，那不美。
是吧？要像舞蹈找那种均衡，找那种变化。这是在画花的形象的时候要注意到的。这个花蕊它变化了，花蕊本身它是一个是一种形状呢，它是一个一种是一种这样的，这个花瓣变形了，变成一个像小舌头一样勾回去，是一种这样的，这样上面有一点斑点，这个舌头给舍掉了，斑点取下了，就是让它简单单纯。它蕊实际不是这样的，说写意可以变化它，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形象，这样让它有对比，还有活泼，有变化，有生动，这样呢适合于用笔，适合于表抒情，啊，这叫变化生活，不那么死板的照抄描摹。这它出来啊，营造这个形象，像一个修女一样。说这样就说，她感觉也不卖弄，很自然而然，很舒展，是吧？落落大方，是吧？说再这样就是我们在塑造一个形象的时候，选择生活里边最有变化的，是吧？最典型的。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形象来呈现出来啊，因为就允许你画那么一两朵花，你再不讲究，你是简笔的，那就可读性就再这样的就是差了。说这呢就一定要讲究，是吧？从形象上，从墨法上，用笔的这个提按刚柔动静虚实，这方面都得要考虑到，这样以后它才丰富，啊，不单调，耐人寻味，啊，我们可以品一朵花，慢慢的细心的去品它，它里边有东西可，就是说可读，是吧？这就是说我们在画兰花的时候，啊，说应该思考，应该想象到的，或者应该实施的，是一种什么样的，啊？一些观念和形状要注意，好吧？今天咱们兰花是不是就讲到这里？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